这啊，是辟邪剑谱。哼，小子，还想跟我们耍赖？跟我们走！呸！我就不去，除非你们跪下给打印，我磕10个响头。走吧你！王老爷子，召我来不知有何吩咐啊？好，请。岳老弟，这是从你的大弟子令狐冲身上拿到的，请看。这是什么？小儿说是。 陛邪剑谱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辟邪剑谱，重儿，长辈在跟你说话，你应该如实的禀报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成什么体统了？啊，师父，他们王家把徒儿弄成这样，又成什么体统？ 倘若真是家鹏贵宾，我们王家绝不敢得罪。可你妇人所托，却将辟邪剑谱据为己有，又岂能让王家做你的朋友？哼，你们俩张口闭口辟邪剑谱，辟邪剑谱什么呀？你们见过吗？可这本册子是在你身上搜出来的，岳师兄，这是华山派的武功书谱吗？ 那不是辟邪剑谱，是什么？好，你们说是就是了。恭喜你们王家练成天下无敌的剑法，恭喜了！冲儿，师娘，师父，这明明是一本曲谱，他们王家上下目不识丁，硬说是什么辟邪剑谱，没想到。 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的笑话，王老爷子，这册子能给我瞧瞧吗？好啊，那就请宁女侠过目。请。曲谱我是不懂，可剑谱。 我还看过一些，我看这不像是剑谱。王老爷子，府上可有人懂得音律？不妨请他来看看。这，爹，咱们账房的议事也会吹箫，是不是把他叫来瞧瞧？啊。 去吧，令狐贤侄，你既然把剑谱交出了，刚才小儿得罪了，来，我把你的膀子接上。师娘，哦。 多谢师娘。啊，易师爷，你来看看这上面是什么？这东西不是曲谱吧？这是曲谱还是剑谱啊？像是曲谱。
到底是不是啊？不过这世上剑谱藏在曲谱里的事情也是有的。董翁请看，此处宫调突然转变，实在是大为乐理，而且箫中也吹不出来呀。你吹不出来，未见得别人也吹不出来啊。说的倒也是，世上能有人吹出这样的调子，晚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除非城东，城东有人能吹奏啊。城东有位绿竹翁，既会抚琴又会吹箫，比晚生高明了许多呀。哼，什么绿竹翁绿竹婆的，只不过是个竹篾匠。一师爷，只要您吹不出来的，我想他肯定吹不出来。慢，王老爷子，春儿是我们的徒弟，平之也是我们的徒弟，我不想偏袒谁。这事儿事关华山派的名誉，是曲谱还是剑谱，我想还是认定为好。既然宁女侠这么说，就把绿竹翁叫来看看。这董翁，那绿竹翁虽是一篾匠，却性情古怪，不常与人交往，若要想见到他呀，除非咱们亲自上门才行。他算什么东西，这么大的架子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事关重大，那我们就一起走一趟。在家吗？贵客到此有何见教啊？哦，金刀王家王老爷子到访。金刀银刀不如我老篾匠的烂铁刀，老篾匠不去拜访王老爷，王老爷也不必来拜访老篾匠。朱翁，有一本奇怪的秦箫谱要请您老人家法眼鉴定。要我鉴定？太瞧得起老篾匠了。爹，这个老篾匠不明事理，见他做什么？咱们回去吧。哎，我看既然来了，还是请绿竹翁瞧瞧，也好有个结论呢。一师爷，哎，把他递过去，叫老翁看看。请竹翁过目。啊，请问竹翁，这真的是曲谱，还是武功秘诀故意写成曲谱的模样？武功秘诀？亏你想得出，这当然是曲谱了。哎，这曲谱好生古怪，令人难以明白。易老弟，你且回去，让我仔细推敲推敲。剑谱呢？绿竹翁要留下来再推敲推敲。你快给我拿回来，交给他干什么？请请。姑姑，姑姑请看，这曲谱可有些古怪。绿竹翁有多大年纪？少说也有七十多岁八十了吧。那他的姑姑得有一百岁了吧。
佩服，佩服。冲儿，这是什么曲子？哦，这叫《笑傲江湖曲》。这位婆婆真是神手奇技，难得的是琴箫尽皆精通。嗯，这曲子固然奇妙，但也须得有婆婆这样的琴箫绝技，才能奏得出这样美妙的音乐。冲儿，你也是第一次听见？哦，不，弟子曾经有幸听过一次，而且比今日的更为精彩。难道世上还有比这位婆婆抚琴吹箫更高明之人？比这位婆婆更加高明，倒不见得。只不过弟子听到的是两个人的合奏，一人抚琴，一人吹箫，奏的便是这《笑傲江湖》之曲。易师爷，这确是琴箫曲谱，我姑姑刚才奏过了，你拿去吧。啊。你看这，这，哎，哦，令狐仙侄，多有得罪啊！哦，好好，走走走走。冲儿，走吧。哦，师娘，我想在这多待一会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的伤刚好。别待得太久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嗯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前辈，能不能请婆婆再弹奏这曲子？我想。你想，姑姑她老人家累了。是，晚辈告辞。年轻人，请留步。既然你想听，我再弹也无妨。真的？你把曲谱拿来。多谢婆婆。你不能进去，让他拿进来。哦，请。多谢婆婆。把曲谱给我。你在看什么？哦，婆婆，我在打量您这间屋子呢。我想啊，等我回华山以后，我也去种上几百根竹子，照您这屋子的模样盖它一间。你是不是看别人的东西都是好的？那倒不是，别人的东西再好，也终究是别人的呀。这曲谱是你的吗？不是，这曲谱是两位前辈临终前托付给晚辈的，他们二人为写这曲谱被人逼死了。逼死？是啊，婆婆，这两位前辈，一位是衡山派刘正风刘师叔，还有一位是魔教长老屈阳。这二人一正一邪，本是水火不相容，但论到音韵，他们二人是心意相通，结为至交，合创了这一曲《笑傲江湖》。他二人携手同死之时，现在心中绝无遗憾。年轻人为何伤感？婆婆，晚辈是自上身世，想起撰写此曲的两位前辈，虽然死了，却远远胜过晚辈一个人孤零零活在这世上，为师父所短，为师妹所弃，还有一个自幼一起长大的小师弟，却也被晚辈误杀了。原来如此，此中情由你只消跟你师父师娘说了，岂不免去许多无谓的遗迹？我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
何以你反而对我直言无隐？晚辈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，像是听了婆婆的雅奏，对您的高峰大为倾慕，晚辈对您更是没有丝毫猜疑之意。婆婆若是不嫌弃，请将此曲谱收下，也算是晚辈为这曲谱找了一个好的主人。给我。婆婆若能收下曲谱，也算是帮晚辈完成了一桩心愿。但愿婆婆能再觅一知己，琴箫合奏这曲《笑傲江湖》。琴箫合奏，世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？婆婆，晚辈告辞了。朋友，我听你讲话中气大是不足，年轻人可不能这样啊。多谢前辈挂怀。朱贤侄，你带他进来，待我搭一搭脉。是，请吧。婆婆，晚辈这性命比起刘屈两位前辈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。两位前辈合奏《笑傲江湖》，然后自断心脉而死。人生在世，若能寻一知己同生共死，死又何惧？婆婆，朱前辈，晚辈告辞了。江湖纷争，恨不休。风雨飘零几春秋，人来人往都是客，依旧寂寞在心头。多少师兄。哦。今天这么一闹，王老爷子脸上固然不好看，可你应该为冲儿说句话嘛。你让我说什么呢？冲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咱们总得想办法替他弥补一下。师妹啊，自从下了华山以后，我就有很多的话，不知道是该说还是不该说。你说。好。今天冲儿是受了些委屈，这怪不了别人。你想想看，在思过崖，他破你的宁氏一剑，还有和风不平动手，哪一招是你我教他的？再加上大友的死，紫霞秘籍的丢失，对了，药王庙破敌，这每一件事都很蹊跷啊。哼，冲儿是咱们眼看着长大的，你难道不相信他？不是不相信他，是不敢信。
现在我们华山派的处境，你我最清楚。你愿意看着华山派百年基业毁在我手中吗？也许。没有什么也许。师妹啊，你总是抱怨我不替冲儿说话，其实我这心里比谁都着急。师姐，小林子，你们家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师姐，都是我那两个舅舅，心太急，才会冤枉了大师兄。师姐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这里给你赔不是了。哎，这是我的手帕，还给我。师姐，瞧你那小气样，你收着吧。哪天我想要的时候，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一定会好好收起来的。只是，大师兄的事要是被人传走了样，别人以为我们华山派的人都跟贼似的，那我爹的面子……不会，你放心，我外公已经下令，王家的人。谁也不许再提此事了。不过，什么不过的？有话你就说。你说大师兄那么高强的剑术，他的四过崖上是跟谁学的？药王庙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说他的剑术超过你爹？为什么要说他可以当掌门？别说了，刚才是你要我说的呀，所以我还是要说。你说你好心偷了紫霞秘籍给大师兄，怎么会忽然丢失呢？我舅舅查的不光是辟邪剑谱，也想在你爹面前查他有没有偷紫霞秘籍。再想想看，六师兄不是也死得不明不白吗？你想的跟我爹想的一样，六师哥他不喜欢你，你却能这么想。师姐，我就喜欢你这人心地正直。姑姑，令狐冲的身世属下已经打听到了，他是个孤儿，自幼由华山派岳不群夫妇养大，收为大弟子。
朱前辈，啊，每次听到婆婆弹这首曲子，心里就总觉得清静了许多。这曲子叫什么名字呀？老面相也不知道，还是当面问姑姑吧。姑姑，令狐少侠来了。婆婆，不知婆婆叫令狐冲前来，有何吩咐啊？令狐少侠高义，昨日以妙曲荐会，实在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不，只有像婆婆这样的高人，才应该成为笑傲江湖的主人。你我并未谋面，又怎知我是怎样的人呢？婆婆，其实你收下笑傲江湖曲谱，实在是帮了晚辈一个大忙啊。是吗？朱贤侄，请他进来。是，请吧。我帮了你什么忙？婆婆，你可知道魔教吗？嗯，你是说日月神教吗？哎，可别神教神教的，婆婆，我们武林正派中人都叫他们魔教，那魔教里还有一个叫圣姑的，你一定认识。不认识。哈，您不认识他最好，最好他也别知道您。知道又怎么样？哎，那丫头可难缠了。你想想，就为了这《笑傲江湖》曲谱，他从衡山追到华山，又从华山追到洛阳，回回他都想要我的命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给他？你不是说这曲谱是曲阳所创吗？他们虽然都是魔教中人呐，可要跟曲阳长老比起来，那他可差远了。我帮曲长老的时候，我师父说我正邪不分，是非不明，我心里还不服气。可要是换了他，那我师父说的一点没错，魔教就是魔教。你怕他？以前是有点怕，现在不怕了，因为曲谱放在你这儿，我放心多了。反正他就算杀了我，也拿不到曲谱了。嗯，朱贤侄，姑姑，令狐少侠，请过来。我帮你搭搭脉，请吧。有劳婆婆了。奇怪之极，换另一只手。有劳婆婆挂怀，我看不用了，婆婆不必替我的性命担心，反正我这条命也活不长了。你知道？是，更何况我杀了我师弟，又丢了华山之宝紫霞秘籍，我现在只盼着有一天将紫霞秘籍找回来，交给我师父，便当自己了断一些师弟。紫霞秘籍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又怎么害死了你师弟？我失手点了他的潭中穴。潭中穴？你师弟不是你杀的？不是我所杀的。你真气不纯，就算点在潭中穴也杀不了他。你师弟是别人杀的。那一定是他。谁？魔教圣姑。你怎么知道是他？是他。他连你都没杀，又怎么会去杀你师弟？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找他。你是去送死？就算他一剑杀了我，我也要讨回紫霞秘籍，为师弟报仇。死都死了，还报什么仇？你体内的真气很是古怪，若要逞强，只怕你还没找到他，自己就先死了。在下身上的伤恐怕也无药可救了，婆婆不必操心了，就此谢过。小伙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
生姑，干什么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有得罪。站住！爷爷，你干什么你？你神经病啊你！走。你在哪儿？有本事的，你出来呀！圣姑，怎么不找了？把紫霞秘籍还给我！我早就说过我没拿，把曲谱还给我！我就不给你！你不光拿了紫霞秘籍，你还杀了我师弟！你！以为只有你是正人君子，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哼，你要是不把紫霞秘籍交出来的话，我可饶不过你。哼，饶不过我？好啊，谁饶过谁还不知道呢。好，咱们就用剑说话。剑法博大精深，你才知道多少？好，看谁厉害！好，紫霞秘籍还给我！喂，醒醒啊！你别吓唬我！喂。德诺，哦，师娘，看到你大师兄没有啊？没有，自从到了洛阳，大师兄就没跟大伙在一起。啊，师娘，嗯，昨天大师兄在门外拦住了小师妹，说他知道谁偷了紫霞秘籍，杀死了六师弟。谁？他说是魔教的圣姑。他还说，一定要找到魔教圣姑。这孩子，
醒了。哎，你现在可不能动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喜欢逞能吗？婆婆，要不是竹贤侄上山砍竹，这会儿你已经被狼吃了。我跟你说过，你的伤不能多动，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是，婆婆教训的是。你既然伤了他，也算扯平了。我看以后他不来找你，你也不必一定要去找他了。婆婆，您怎么知道我伤了他？你的剑上有血呀。是，我刺了他一剑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你刺伤了他，心里还惦记着他是吗？婆婆，您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比你多吃几把盐吗？婆婆，他每次都可以杀我的，但都又没有杀。就像这次，他本来可以先刺到我，不知道为什么却突然停了手，所以我才有机会先刺到他。那你为什么不躲？我没力气了。你没力气还打？其实我也不想伤他，只是一时收不住手。但愿他没事了。你这个人还蛮善良的。姑姑说你体内有八股真气作梗，脉息已乱，要是小心调养，或许还是能好的。不过以我之能，却是无法救你。好在你性情开朗，脉息虽乱，却无衰败之象。婆婆，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缘分吧。要不是你说这曲谱，圣姑那么追杀你，你都不给他，却给了我，这是不是缘分呢？是是，婆婆说的有理。Thank you.
红一生水远。